哇，越来越好玩了！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直接在跑环了，好猛哦！哎 那我觉得他的签到奖是不是要先讲完啊？因为特选奖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真的是讲得很详细。先读先好了，等下再想。他们都在说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就是……哎，先不要再玩了，不要再玩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我其实还蛮喜欢看他们吵架的。还是我们把手厨的那个 武器讲一下好了。好，来炫光之剑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从哪边找一些稀有的东西。先你们看这把好了。好啊，我本身自己是战舰啊，而且他们这只也是五阶的，帅。对方是，我们今天的古惑子，哎，我干嘛还讲啊？来，世界给我，极恶翔，游戏公主先，小智熊，